面积，对不对？你们说手来做做这样多的，对，啊，应该这个级那样升下去，这手还是轻的，要这样才对。这个所有的推手里面，这个段最难练，哦，你们要好好练，因为那是整体的动。以后你就这个手一来，你不要管嘛，哎，很轻的。没有互动啊！哎，对，你自然就是很会。不要看那个米奇啊，米奇啊很好，很好用。但是玩的人都比较不大喜欢，为什么？太枯燥不会，对吧？喜欢打，啊，打人家就有意思。好，我们以前学的还有什么？